咱吼，全国各县市这个县市都无注意联谊会会议，大家有产生一个共识，共同推荐啊，全国啊，县市东部。咱的主委联谊会会长吼，陈振武啊来参选这个议员官，立法委员推荐了咱党中央，党中央来接受这个建议。振武啊，伊本身吼能力真好啦，啊，搁再真稳健，个人形象嘛真好，是一个真优秀的人选。谢谢各位主委提出这个建议，俊宇欣然接受了。那也希望说啊，未来有机会的话，可以争取到宜兰县区域立委参选的机会。宜兰县许多位的这些优秀的同志啊。相继表达要争取啊这个立委的提名了哦，那我们都表示尊重啊，我相信这些人选在我们宜兰县啊所有民众看来啊都是非常适合非常优秀的人选哦，那我也希望说我们啊党中央尽快决定人选，让整个啊选战的这个步调可以马上就定位，我相信这样子才能够啊，迎向我们2024胜利的这个选战。一切机制我都尊重中央党部的决定啊，因为中央党部它有选策会，选策会如何决定，我们都尊重。